外观偏，小巧可爱。 F0 在微型车市场取得了不错的销量后，比亚迪汽车对 F0 进行了改款，推出了2011款比亚迪 F0 上酷款的三款车型。比亚迪 F0 外形小巧讨喜，蜂窝状进气格栅呈略微上挑式，透露一丝喜气。双椭圆的炫酷前大灯为熏黑式，类似花生状。前机盖上无过多装饰，简洁明快。左右两侧前翼子板分别有转向灯设计。2011款比亚迪 F0 全系均为14寸轮胎，低配车型轮毂为钢制，高配车型为铝合金质地。后视镜和四门的把手全部为黑色。比亚迪 F0 前窗全部采用电动升降的设计，但由于后窗采用的是负压换气式设计，不能升降，对于后排乘坐者来说会影响空气的流通交换。 F0 没有常规的后尾门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体式的掀背行李箱门，并且它的开启方式只有一种，用车钥匙开启。这也就意味着从行李箱拿东西必定要先把车熄火，拔出钥匙后再开启后尾门，略有不便。不过 F0 全系标配高位刹车灯，以增加行车安全性。内饰篇，前卫时尚。比亚迪 F0 内饰采用大量圆形元素，彰显活力与可爱的气息。根据车身颜色的不同，车门内部会采用黑色加上与车身同色的双色搭配。方向盘为三辐式设计，采用一般塑料质地。单独的时速表位于方向盘下方，并采用幽蓝背景灯光。转速表位于迈速表左上方，设计较独特。方向盘可上下调节，并且 F0 的时速、转速仪表组合还跟方向盘的转向柱连在一起。无论怎样上下调节方向盘，仪表组也会跟着上下移动，都不会影响驾驶人视野。前电动车窗按钮没有按常规设计，而是位于前排杯架的两侧。全系车内均标配前阅读灯、空气净化系统和安全带位系声光提示系统。此外，2011款比亚迪 F0 上酷爱国版增加了 USB 加 AUX 加 SD 卡三种多媒体接入方式，而顶配则是单碟 CD 加 AUX 接口。2011款的 F0 除最低配一款车外，均配备了 ABS 和 EBD， 但双安全气囊却仅出现在顶配车型上，在安全保护方面不免有些令人失望。性能动力适于城市驾驶。 F0 搭载比亚迪自主研发的直列三缸发动机，这具全铝发动机采用双顶置凸轮轴，最大功率50千瓦，最大扭矩90牛米，与之匹配的是5速手动变速箱，长3460毫米，宽1618毫米，高1465毫米，轴距2340毫米，